好，欢迎两位理事长，一位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，一位是我们现任的理事长哦。现在请两位理事长来各自跟我们分享他们画会的一个特色，或者是一个他们想要推广的一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先邀请理事长。是，我是现任的中华画钱美术协会现任理事长，我叫吴真美，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个盛会，有这么多画会共襄盛举，感谢。然后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，创会理事长陈介老师，也是我的恩师，他来讲解我们的画钱来历。谢谢。好，